英皇电影3月19日在香港国际影视展上举行年度巡礼，介绍多部重头的新片，以众主演亮相做宣传，包括赵薇、谢霆锋、刘青云、惠英红、林嘉欣、蔡卓妍、王祖蓝、林峰、李若彤等。说到由刘青云、林峰和李若彤等主演的《神探大战》，听说刘青云在答应接拍后马上就反悔了呢？是的，因为我很理解韦家辉导演的要求，肯定是一个不简单的，还有是想象以外的东西，这个肯定是，就是开玩笑的，其实没有后悔，就是哭了一天就，可是都真的拍的时候的，真的在我跟想象就一样，我真的发现自己是，为什么韦家辉导演找我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知道我能演，其实我也就是非常配合这。我本来就是拍这种类型的，我觉得。另外，据悉刘青云那个角色很沉重，导致在拍摄时演员们都不敢和他说话呢。其实拍戏的时候，大家互相都在沉浸在自己的角色里。对，比较安静。对，都现场拍摄，没有拍摄的时候，都大家都各自找一个角落躲起来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